可唔可以問你哋一啲問題啊？我係報紙嘅評論員嚟嘅，咁咧我就想問一個問題：政府做咗咁耐嘢，你哋最嬲係咩？冇回應先係最大問題。係咯，冇回應你付出就冇收穫嘅，佢都冇 point 嘅成對。哦，你一萬個人坐曬喺度，佢可以逐個捉你，放幾個催淚彈，全部要清曬。但而家咁嘅狀況，十幾萬人你去捉唔到嘅。每一個呢啲小組都係你以前所謂嘅沉默的大多數，呢啲你可以睇佢係沉默的大少數，但係好多呢啲咁嘅團體，佢哋以前係唔出聲，而家咪出聲咯。你要佢出聲，你逼佢出聲，佢出聲。呢個局面咧，係政府嘅嗰啲師爺咧都冇辦法諗得到嘅，你點對應呢？